有人和我一样好这口吗？解馋过瘾，绝对的米饭杀手，做法简单到有手就会做。先把大肠切块，洋葱、青椒、胡萝卜全部切片。好吃的关键是这碗汁儿全在屏幕上，照着放豁楞匀了就行。加两勺醋是调味汁的灵魂，去腥解腻，不用担心吃出酸味儿。锅烧底油爆香葱姜蒜，把大肠和蔬菜全倒进去，炒软后倒入调味汁，汤汁浓稠就出锅。记得多蒸大米饭。